比速度一个提示是一家店，所以就是你们看你们要先选择哪一家做。这间我知道，这间三立电视台，这个它就叫做三立冰淇淋。它就叫三立冰，这间在地要先去吗？花莲啊，花莲人，你们要先吃吗？可以啊，先吃好了。我们会吃四家是不是？对，四家都。那我们先吃冰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你去。好，这间我刚好吃到。这个应该是橘，是这个河鱼。蓝河鱼寿绿石狮，那我们就先河鱼寿狮。如果你们觉得是这个店名的话，你们可以问附近的路人说这些。对，有河鱼寿狮吗？那确定之后就是有。耶，这边进去，左到底右转，左到底右转，就看到了吗？右转，再往前面就会看到。哎 ，OK 吗？有跟上吗？有，有了，姐姐，问一下三立冰淇淋在哪里？这边啊，直直走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姐姐。我看到了，有河这个那个左边河鱼，它是那个耶。我选这个，好，是这个。等等，确定哦，那就开了哦。先开这个。哎，好起来，不是这个，这个真是几分？小的吧，几分？我是一分。哦，你好棒啊！可以，三五都可以 ，OK 的啦。两个一起来，一二三。三。三立冰淇淋，三立冰淇淋，三立冰淇淋，耶！还有五分，五分。好嘿，超级喜欢配甜点。转，来哦！中来了，好可怕！要先开两个，要开两个，先开这个。哇啊，欧哥哇！先开这个。哇啊，欧哥哇！一分。三分五分都 OK 啦，对啦，一二三，可以，我合理。可是你一开始是选中间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开始你摸中间，对，三分 OK 啦，可以。哦，不一样，诚信吗？猫卷吗？诚实，诚信，诚实，诚实有吗？附近吗？诚信，我觉得这比较合理。对，我觉得诚信比较合理。大概解释五分钟的车程吧，大概要十分钟，因为它距离镇上真的是偏，真的比较偏，我觉得在田中一样。四位，我觉得这么远吗？天涯你独行，我就不相送。告诉我黄队在哪里，我去吃喝一点。那我们再出去问一下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糟糕了，绝对问人吧？卡关了，真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哈，就是这边现在有比较有名的店家是什么？哎，臭豆腐叫什么？它有名字吗？有啊，可是这看起来都不像。你可以跟我讲它名字什么？油光臭豆腐。油光，油光，油光。哦，油光，游泳的翁。油，哎，游泳的老翁。他刚跟我说，不是，你看不像哎。你好厉害。油翁我觉得刚刚阿姨是不是指错？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。哎呦，我感觉，哎呦，目标在前方，我要感觉上。对啦，是吧？有盒子啊！我看到了！耶耶耶耶耶耶！哇，太棒了！好，我这次就这里，中间直接看吗？一分两瞪眼，一分两瞪眼，请打开。三，打开。三。我们运气真的啊，没关系，画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子哈才有戏剧性啊。吃完香啦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输还不算输啦，一关而已。一定没有看过《灌篮高手》，逆转胜，《灌篮高手》在最后三十秒还可以投进，真的会吃到饱哎，没人饱啊，其实。对。二线。斜斜直。Bingo。斜直直直。这里有店叫 Bingo 吗？没有。
感觉有什么甜点呢？冰果室吗？冰果室，哎、欸。明星，明星，冰果店，明星，冰果店，果店果店果店 yes, 是陈明义，对，是马毅，啊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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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明星，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还是我带你们去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，但是我们的逻辑都一直。就偏了哦，他们的共同点，他们都是明星，然后有冰果，可是早猜对晚猜对也没用，用没有重点是要选到五分，对啊，一、欸、啊五分五分，你看哎呀那五分啊，哎、欸、这三分，哎、欸、会是谁的，对的厉害的。哦、我就觉得这个很冰，而且还触感而已。太棒了，天哥超棒！感恩感恩，我们吃两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辛苦，骑的路程更长，然后真的，然后我们吃到了满满的人情味，人情味都是真的。立牌来，一格一格一格，打掉两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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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偷懒，都不换满。三格三格四格吗？哎、欸、哎，你们快没了吗？五个、啊，来来来，哇，还没六个，还有六个六个六个，七，哇，我们还有冰城面，哎、欸，慢一点，九，慢一点，他们到九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因为我们这里不适合快。还有吗？哎、还有还有还有十，再来再来，那赢了啦，赢了啦，赢了啦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吧。Kid， 赢了，赢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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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一边呢，运气才不好，他们最后一关才拿到五分。哎呦，要不然全部只有五分的，恭喜黄队获胜。